人类身体的构成及生命活动重要作用的完成，必须要靠蛋白质。Miki 大豆蛋白95是来自大豆的分离蛋白制成粉末状的营养补助食品。Miki 大豆蛋白饼干添加 Oligo 制成一口大小，容易食用。蛋白质含量多的大豆因蛋白价高，又有植物肉类之称。从数千年前开始到现在，大豆是富足生活与维持长寿的营养食物，不可或缺，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。接着，关于大豆蛋白质的必要性，听听专家的意见。美国食品药物局 FDA 许可，大豆蛋白食品可以标示，每天摄取25克的大豆蛋白质，能够有效降低心脏疾病的发生。大豆成分中含有丰富的异黄酮素，被认为对人体健康有重要的作用。异黄酮素对人体好的作用表现在更年期的女性身上。异黄酮素的科学组成与女性荷尔蒙雌激素相当类似。一到更年期，雌激素合成分泌减少，在饮食中摄取大豆，异黄酮素能够有补足雌激素的作用。